要爆开了，要爆开了！哎哎，靠背，对不起，靠背。胖子不爽啊！哎呀，世界上单，呵，百金，等下等下，我们拉他玩一把。有。你要哪一只？短手围攻。真的、哦，我是说真的、哦。盖伦啊，盖伦太强了吧？你短手围攻是玩很烂的角色，就随便玩一只啊。你稍微想一只天马行空的，搞不好有可能有一点点机会很强的就好了，所以要有一点惊喜，就像是那种啊，可是抽二十次才抽到一次的那种。啊，可是你每一把都蛮王邪鬼，这样就是短手围攻啊。Go go together！ 那你要玩什么？我参考一下你的。我这把已经决定要玩射回去了。嗯。猜这样会进不了游戏，算了，带 TV 好了。嘟嘟嘟，嗯，一次都进了，这次有进还是没进？好像进了，我卡住了，我也卡住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跳了，没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胖子这样，哎、欸，我肚子痛，你你哎、欸，你先摆一把，我肚子痛。哦，好、啊、好、啊，拜拜。我们先假装去拉屎，我们做戏要做全套。他有受过专业的演戏训练吗？啊，冲个水啊，拉完了。垂死上路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他玩垂死上路，胖子就是在捉你的。不是，我以为转守为攻是不玩坦克，然后只会往前。我以为是这意思，因为有时候打英雄联盟要进退得宜嘛，有时候要归嘛，有时候发育。我以为转守为攻就是我就不发育，我干到底。你干起靠背，这里有魔盒，这里有魔盒。恐了，恐了，恐了！你妈逼！你妈逼！回血呢？回血呢？啊！回血呢？哎呀，好猛啊！这中单，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放你！我不会放过你 ，Never 放过你。这顶是什么意思？完了，兄弟，你跑走！嗨，笨手！啊，开动！死了！清起来！服你啦！哈哈哈哈哈！搞死！直接被接死！可怜。嗯？白痴！吃个灵魂收割，哎呀，好舒服！就搞你这傻逼，哎，搞你这傻逼！哎，躲掉！哎呀，完了！我这灯，我是真的牛头小丑，开大躲到 WQ 啊！哎，他点燃还刚好烫到哎。这绝对是靠赛吧，这点燃。你也要硬吃皮吗，伊泽瑞尔？哎，又被我躲掉技能喽！建议尿检。当我选出了小丑，你个鸡巴牛头人，就别想 Q 到我。又拿下了，舒服了，又拿下了。他脸阴是不是这么爽？哎呀，好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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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我就是一阵狂顶。
贴住喽！哦，还哪一个？要爆开了，要爆开了！哎，靠背，对不起，靠背，这是中路片上，完蛋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还好，大龙还没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，哎呦！你用闪早点闪嘛，干不用玩的这么极限吧，兄弟，背死了，你别闪吧，哇，惨了，超级大水饺，完了，他这泳装定了两次，哇，刷了青赛，不要，救我啊，臭神，耶。怎么样，牛头？嘿，跑不掉了！脚闪！哎，再串你一下，盒子封路！哎，还死！盒子封路，恐惧了！先看，又是由我们 make 的一波 situation。啊，别玩那多的些工伤，我够小。这么多木竹，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分身爆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呦，这么能跑，笑死，一定还够皮。他妈伊利还给我皮，笑死！闪躲吗？我操！太狠了，兄弟！这个闪躲叉 A 一气呵成哎，盖伦，我打收割了，好啊，随便你，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呗，反正这盘是不可能输的，两军赢了。无限勾引，他用爆头想吹掉我的盒子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不敢过来？哎呦！好多，我吃好多。本尊是哪一只？不知道。我两只空一起，他不知道哪一只是本尊。哎，他妈逗逼了，最后鱼。嗯，这么恶心吗？暴女。我刚分身没控好，我想要控分身绕跑，结果没控好，我有点慌。我刚刚一 Q 过来就被他们发现了，我不懂为什么。我隐身状态，他们就原地丢招，开始的搞我了。为什么？这里还有眼吗？他们好像有看到我过跳过来，直接原地怼我。豹女，哎，豹女，呜呜呜，尾刀，舒服。我踩到陷阱，干难怪，还要伤害，这调皮，哈哈哈哈，这么长哦，我们这么皮还打那么长哦，我们主要是在骚扰，我们是骚扰为主，伤害为辅，都打了22000点的伤害。其实这种流派的小丑蛮适合出点数的，只是我刚刚没找到机会出，刚回家钱都刚好，这两件是必买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对方治疗太多了，鳄鱼 Q， 豹女一。
赛勒是 W， 伊利征服者加治疗，牛头也有补，他们五只都有治疗啊，所以这黑书是必须要买的，找不到机会买别书。